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它做凸八边形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凸八边形有几条对角线？怎么算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凸八边形基本上有几个顶点？有八个顶点嘛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时候可以连成几条对角线？哎，我先不要看八边形好不好？我们先看四边形，你观察一下，多一个四边形而言，它有几个顶点？有四个顶点，这四个顶点交错出几条直线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有几条？六条，也就是西的四取二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边有几个顶点？有四个顶点，这四个顶点可以连成几条直线？西的四取二，也就是几条？这六条，有没有看到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嘛。所以说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个四边形，四边形有四个顶点，这四个顶点可以连成这么多条直线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我要对角线，什么叫对角线？外面这个四个边算不算？不算嘛。所以扣掉这四个边，剩下中间这两条就是对角线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看这题，总共几个点？八个点，八个顶点可以连成几条对角线？怎么算？基本上这八个点可以连成西的八取二这么多条直线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八个边算不算对角线？不算，所以说把它扣几？扣掉八，这样行不行？算出来有几条对角线？20条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我再来一次哦。因为八边形有八个顶点，这八个顶点彼此交错出几条直线？西二八取二，28条直线。但是外面这个八个边算不算对角线？不算，所以要扣底，然后扣掉八，剩下20条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麻烦你到这边先把这边整理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，OK？